話今次咧喺套劇裏，我見到你咧同成班都非常之 friend， 我見到啱同阿松總姐姐就錫曬佢咁樣。我哋好相親相愛，好姊妹咁樣啦。係啊，即係唔知點解，雖然第一次合作，但係就係已經係好開心，見到佢咧就好似一家人咁樣。咁戲裏面就算我哋係針鋒相對嘅，成日鬥嘴咁，但係我哋經過一段時間啦，我哋攞差不多拍咗兩個零月啦，呢段時間相處啦，真係大家先係一家人。咁我雖然都差唔多一個月前，我已經係散咗貨啦，因為我要拍《鋼鼓嶺老婆》啦，咁所以我哋有個群組嘅，咁見住佢哋每日咧開工咁辛苦，外景咁曬咁熱嘅天時，我真係好成日都覺得哇，演員真係好值得佩服嘅，咁成日都提點佢哋啊，飲多啲水啊，小心中暑啊咁樣咯。我哋開緊時裝啊嘛，我吹緊冷氣啊嘛。係喎，你係冷氣多啲喎。係啊係啊，所以我都好等佢哋，即係我誒擔心佢哋會唔會熱親啊、凍親啊、冇餓親啊咁樣。另外你有冇見到覺得阿馮總姐姐咧，成日都好似小朋友咁樣啊，好開心。係啊，你雖然見佢好似小朋友，即係你感覺咧，啲小朋友好抵死，咁但其實佢真係大姐姐嚟嘅。我係都好識照顧人，佢更加識照顧人，咁所以咧，我哋兩個咧一齊就好開心咯。咁啱啦，你就提過啦，即係而家就拍緊《鋼鼓嶺老婆》，係啊，跟住啱又拍《藝城》啦，咁之前就深宮啦，好忙，而家係劇接劇。咁今日阿偉哥有冇留意咧？喺深宮嘅大家咧係激讚你個表現，多謝，個個咧都話啊，可以即係衝擊呢個時候啊咁樣。希望咁就天花啦，唔係即係其實今次呢個角色係非常之有發揮嘅，咁啊可以有大家要用，我都覺得我自己不枉我呢幾個即係差唔多係接到劇本到拍完都起碼九個月時間，呢段時間裏面其實我哋每個人都好辛苦，成個劇組嘅台前幕後啦，包括我哋所有啲主要演員啦，我哋就算其實真係唔容易嘅，因為全部文言文咁樣係好困難嘅，咁但係大家都互相扶持咯，咁所以先至可以令到自己有咁嘅動力啊，去演得更加好咯。好，謝謝，我們講普通話的。Thank you。好。OK。好。Hello，偉哥。你好。就是我看見的，就是台前幕後呢，就是非常的友好了，然後特別是宋宋姐姐跟你呢，然後兩位好像真的很好朋友，超姐妹的感覺。我們真的像姐妹一樣，雖然我們這個戲是第一次合作，但是感覺就像認識很久。而且我們每天開工都在一起，而且還有我們的一般的我租客們，就是香爐，就是我是包租婆嘛，我那個住的地方，所有的人都是大家就是很融洽，就是每天都一起吃飯，早午晚餐宵夜都一起，所以感情相當之好。對，然後跟松松姐姐就是是不是感覺她非常的可愛，可爱啊，像小妹妹，但是又是大姐姐，因为她就是好很让人疼的那种感觉，但是她又真的是大姐姐，很照顾人的，所以在戏里面戏外我们都是非常要好的好姐妹。然后就最近呢，就大家就在那个深宫机里面就看见伟哥那个演出了，那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就是很表扬这个表扬，然后呢就说啊，就是年底那个时候啊，就非伟哥莫属了。哎呀，就是希望有这个好运带到年底了。但是我们应该说，就是这个戏其实《深宫记》里面每一个演员都非常的用功，就是台前幕后都是非常出力去把这个戏整个戏演好。所以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是所有人都是一起这么努力，所以大家一起继续要支持我们。但是就是这次这个角色是不是比以前的更复杂呢？复杂，因为他是一个就是王睿，就是一个政治的人物，所以他的心态啊，他的成长啊，都不是一般的市民，一般的人，所以要掌握他那个内心世界是比较困难，所以在拍之前的时候，我已经做了很多功课，好像看了很多关于他的历史啊，还有一些以前拍过的一些就是可以参考的一些电视剧啊，我都有参考在里面，所以加上我们的剧本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也更加要就是要用力去把它演好。OK， 好的 ，Thank you， 唔该晒伟哥 ，Thank you， 唔该晒。